面对着纷繁庞杂的紫砂壶市场，面对着千姿百态的紫砂壶，它们泥质不同，大小有别，色彩丰富，工艺水平迥异，造型更是千变万化。而最重要的是价格悬殊，有赝品也有真品。面对这一切，喜爱紫砂壶，尤其是初涉紫砂的爱好者，究竟应该怎样来选购茶壶？这的确是个需要研究的课题。壶的做工，每把那个有陶艺家做出的壶呢，烧成出来以后，首先我们拿到手，首先每一把壶啊，我们拿到手以后，我们要看一下它有没有破损，抽水，通不通，口子上有没有缺损，它的嘴跟根子到把它是不是一条线，三个点是不是在一条线上，它口的线条，它整个壶的线条是不是很协调，嘴跟把是不是很协调，盖子是表现最突出的地方。首先我们要看它每口子打开以后啊，它的线圈的匀称跟整洁，它的出气孔是不是光滑，壶拿起来以后，我们倒的时候啊，它要没有那个落耗之忧，落耗之忧。我们倒的时候，它是不是到我们到拿到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样子，它是不是没有不会掉下来？锦囊的跟光尺和花尺呢就有所不同，它是在光尺的基础之上，进行了凹凸处理。凹凸处理的时候呢，就是每一个锦囊，每一个锦囊啊，它是直花瓣的，每一个瓣儿，它的大小都需要是一样的。它的盖子是一囊一囊一囊的，一囊一囊以后呢，我们盖子盖上去，每个就是盖子的囊的大小跟壶必须要很吻合。我们可以这样盖，你换个不同的方向，你也可以这样盖，每个盖下去的呢都是一样的。壶的大小、形状也与泡出来的茶叶味道不同。小壶的溶水量低于60毫升，不利于叶片完整的茶叶，但却适合细碎的茶叶。大壶和中壶不利于品茗，圆扁形则适合于大叶茶，主要原因是考虑冲泡时茶叶的伸展情况。不同的茶壶器型适合泡不同的茶。如果说我们喜欢喝的绿茶，像铁观音之类的，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大口子的壶，它的口比较大一点。这样呢，我们就适合泡铁观音啊、洞顶啊、台湾茶啊，还有那个福建茶，这类的绿茶。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壶，因为它的器型啊就比较饱满，比较饱满，它能胀得开，我们就可以泡一下普洱茶、红茶之类的。在选壶看泥色时，还应该看壶的火候。过高的窑温烧成的壶，口盖转动有金属声。壶表面坚硬，甚至有金属般反光或已经有发泡现象，这样的紫砂壶砂性的透气性能会受损，一般是不易选用。而窑温过低，壶还夹生，泡茶则会有土气，
这样的壶泥色比较粉，转动口盖的声音暗哑，没有陶瓷烧结后应有的脆声。所以壶的泥色不但与出矿有关，与制作工艺有关，也与火候有关。壶又分为朱泥、紫泥、黑泥和断泥等。朱泥壶大部分使用在清香、活性较大的茶，紫泥壶按其烧成温度的不同各有适合的茶，黑泥壶一般适合浓味的陈年茶，而断泥壶也以低沉的茶味为佳。选一把好壶，更高的要求则应该从艺术上着手。首先要观造型，壶的造型是由壶体、壶嘴、壶把和壶盖等几个部分组成，这些形体相互之间的比例和协调关系就决定着壶的造型是否美观。有的壶在造型上承袭了传统或前人设计的壶形，更要与传统成功的壶形相接近，而创作的新型壶同样是必须协调，过于堆砌和雕琢都是有损美观，同时对实用功能也有所妨碍。紫砂壶因其材质的特点，表现出其他器皿所无法企及的优点，那就是它与使用者能进行情感的交流。对它倾注的感情越多，常加摩挲宝爱，它对你的回报也越是深沉，越发可爱而光润古雅。所以说，好茶壶不要束之高阁，而应该经常使用把玩。名人周高启说，壶经用久，图事愈佳，自发黯然之光，入手可见。这句话实际是用壶养壶的根本之法。新壶购置回来后，可用细纱布稍加摩擦，千万不能用粗纱布打磨，以防伤害表皮。先用水或布洗拭去表面的灰尘和内里的陶屑。先把在锅里面蒸煮半个小时，去掉茶壶本身的泥腥味，拿开水先泡一下，用笔刷子在里面清洗一下，把它清洗干净，把窑里面带出来的那个渣粒清洗干净，多浸泡两杯水，让整个的茶壶开启充分的吸收水分。如果是家中久搁不用的壶，也要洗干净之后才能够重新泡茶。壶内有一些陈霉味儿，去味的方法是用滚开的开水冲泡过去后，加冷水冲洗，反复几次，壶内就清洁无味。